我们来听听到处的灾民都有他们的心声。民爱新闻找到了这个开了头一个呛虾的黄姓渔民，他就说呢，当时说没有信心，并不是针对陈菊，而是真的生活被逼急了才会说出来。这一次的效应让陈菊还是在水风暴无法脱身，而淹得最惨的高雄市的本河里，本来是绿营的大票仓，也因为淹水的事件，让这些的死忠民众对陈菊有点失望。我们明天都算，我嘛对信心都没有了。长这么大，陈菊第一次被呛，而且还是被他热爱的高雄市民呛。这一天是水淹高雄的第一天，几天过后，民怨反映在民调上面，陈菊的支持率从43%掉到36%几，掉了将近7%。市民朋友的心情痛苦，我们真的感同身受。其实淹水隔天，陈菊就已经哽咽道歉，但是为什么留不住那7%的支持率呢？小贝府那边的水全部从那边淹过来。19号当天傍晚，年代新闻独家直击陈菊在市区勘灾，反应不算太慢。但是他被人质疑的是，当天下午2点到5点，高雄开始传出淹水灾情的时候，不在防灾中心的他人在哪里？如果我那个时间去冈山，那我可能是要开那个金帆或者鸭子船。其实不管陈菊怎么说，7%支持者暂时跑票已成事实。不过话说回来，这7%却没有转向杨秋兴或是黄昭顺，因为在水灾之后，两位候选人民调各自少了2%。他们说35,000哈，买一台2电器冰箱都不够啊。应该有申请国赔。水灾过后，杨秋兴2度陪马总统勘灾，甚至跟黄昭顺一人站一边。到底谁才是国民党的参选人？这场景怎么看怎么怪。我怀疑大家拢不好，拢更不好。这场大水让民进党支持者蔡心跟杨秋兴说再见。至于黄昭顺，淹大水的时候，第一时间人也不在台湾。一场水风暴，三个候选人加起来少了11%的支持率，这11%的观望选票成了左右选举的最后关键。年代新闻综合报道。